吸尘器能将一名成年人吸起来吗？验证着关于吸力的实验精彩纷呈。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吸力如何伤人？原来如此，为您解读生活中的超级吸力。实验工厂内，马教书正在忙着给模特设计发型，梁斌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书。这时候，你们干嘛呢，大热天的？给他吹吹造型。宁远从抱着的一个大箱子里神秘地拿出一个小盒子。宁远的恶作剧没有成功，反而被吹风机吹了一脸羽绒，而在一旁的梁斌也被殃及。就在验证者们为了一桌子的羽毛发愁的时候，马教授发现，哎哎，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把它反过来吸不就行了吗？哎，对，你试试，你试试，你现在试试，行不行啊？试试。哎，你看，看那个吸尘器，吸尘器，你看，利用吹风机背面进气道产生的吸力，就可以将桌子上的羽毛都吸起来。看到这个现象，小马提出了问题。毛都从这边出来了。对，对，但你吸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着了。对，它就会堵住。但是，哎，你说如果这个吹风机能变成吸尘器的话，如果我这么吹头发，这样吹吹吹吹，万一头发，哎，太多了。对。那头发要接近到这儿了怎么办？它不就吸进去了吗？很多那个理剪头发的地方，它也是在吸完吹完头发以后，在后面运一下。对，它是为了定型。它是为了让你头发有一个这个弧度，它会。你就拿它试。对，所以我很害怕头发。你看它只是这样贴上了，都没吸进去。你这个吹风机它是这样，它的这个底儿这个位置有一个网，对，很多吹风机都会有这个网。由于吹风机背后进气孔有铁丝网的保护，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吸入吹风机内部，头发没有像想象中一样被吸入其中。验证者又拿出两款不同的吹风机进行实验。没那么大的网了，这个洞比较大，那我拿这个试试呗，来帮我插上，试试呗。这贴都贴不上，有风有风。制片太能省钱了，非常近能听到一点风。由于蓝色吹风机自身功率过小，其后部产生的吸力根本无法将头发吸住。那是不是换成功率大一点的吹风机就能够把头发吸进去呢？再换一个，换那个。哎，这个网后面的这个，啊，这个风比较大。这个网也挺大的。这个后面那个眼儿比较大。来试试啊。哎，这个就进去了。进去了吗？哎，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咱们不用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松手，松手。拔不下来了。马上说你松手。咱们今天买这个假发还是这种带自来卷的，如果是像你这种的直发就很容易一卷进去了。你看直接就把头发拉下来了。多疼啊。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发现，功率越大的吹风机产生的吸力就越大。粉红色吹风机的功率较大，且后背进气孔比较大，导致其刚刚碰到头发瞬间就被吹风机进气孔的吸力吸入并缠绕其中。这要是真人的头发，那头皮一定会受到伤害。日常生活中对吸力的运用随处可见，尤其是我们常用的家用电器，很多都是利用吸力来工作的，比如抽油烟机、吸尘器、排风扇等等。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电器都和吹风机一样，功率越大吸力就越大？所产生的强大吸力又会对人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呢？另外，同样具有吸力的还有飞机发动机，曾经就有飞机发动机将人吸入并致死的事件发生。2006年5月12日下午，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跑道上，一架客机即将起飞，此时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强大吸力将其附近地面上的一名男子吸入发动机内，造成该男子当场死亡。想到这些问题，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打算针对吸力这个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一探究竟。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有点跟吸尘器
相似的原理，对吧？那这样说来的话，吸尘器是不是也是像它一样，功率越大，那个吸力就越强呢？不就是找点吸尘器吗？小意思，走走走。咱们得找不同功率的哟。原来如此的验证者决定找到几款功率不同的吸尘器，并决定利用这些吸尘器所产生的不同吸力来进行测试。他们想知道是否功率越大的吸尘器就拥有越大的吸力，而这样的吸力究竟可以吸起多重的物体。于是他们来到小狗电器公司，打算在这里挑选今天实验要用的各种吸尘器。验证者对小狗电器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找到功率区别较大的几款不同的吸尘器，用来完成吸力的对比实验。于是工作人员给出了建议。因为它吸力不同呢，是跟它的功率还有它的那个风道设计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建议您过来这边看一下，因为它这边1600瓦的、1800瓦的、2200瓦的哈，1600瓦它呢，就是说这几款机子它的功率大小可以比较适合你们的需求。经过工作人员的推荐，验证者最终选定了三种不同颜色和大中小不同功率的吸尘器。他们将利用这三款不同功率的吸尘器测试出不同的吸力究竟可以吸起多重的物体。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请大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拿出手机来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答对问题可能会有礼品送你哦。回到实验工厂，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将以找到的三台不同功率的吸尘器准备好，他们打算先用吸引同一物体并只改变距离的方法来测试各个不同功率的吸尘器吸力的大小。嘿，三只小狗，准备就绪了。咱们这回选的是这个网上特别火的小狗吸尘器，这是中国人自主的品牌哈。好，我这个是最小的功率500，你的呢？我这个好像可以到1500瓦。1500，2200。啊，那它那个功率最大。那要不我们从我这个功率开始试。好。最小的，咱们怎么个试法呢？咱们这样，这不是吸吗？这不是吸尘器吗？咱们把这个实验物放在离咱们远一点的位置，然后看这三个功率大小，然后看哪个能吸过来。吸回来是吗？对。那这样，你们俩来标线，我给咱们准备吸的目标物体，好吗？好。来。是量线。验证者们分别拿着不同型号和功率的吸尘器，对毛绒玩具进行吸力强度对比实验，是否功率越大就意味着吸力越大呢？大功率的吸尘器到底能吸住多大重量的物体呢？宁远认为，在不同的距离吸相同重量的毛绒玩具，将距离越远的物体吸过来的吸尘器，它的吸力就越大。有了这个想法，他们用黄黑警示胶带粘出了一个标准线，把一个毛绒玩具放在距离吸尘器管口20厘米的地方。马校叔先将吸尘器调至最小功率500瓦进行实验。小宁恶作剧的将玩具上的吸盘吸在了桌子上。最小功率，我现在放到起点的位置了啊！我再穿过线一下。我等着啊！吸尘器打开之后，玩具纹丝不动。看到这个结果后，马校叔随即提出将距离缩短。你给我再往前一点呗。小宁将毛绒玩具放到距离吸尘器10厘米的地方。10厘米。移到跟前。没，10厘米，10厘米，就110那个位置。再往前，再往前。啊，对，一半的位置。也不行。毛绒玩具还是没有被吸走的趋势，是因为小宁的恶作剧造成的吗？换个小的吧，大的不行，我换个小的。吸不起来啊，亲！哎，就我只要它跟前儿，它才吸得住。即便马校叔将被吸物体换成了体积和重量都小很多的玩具时，效果也没有丝毫的改变。难道真的是小功率的吸尘器吸力不够吗？你那功率不行，你那太小。试试，你来，杨斌，你来。我试试我的这个。完了，500瓦，小狗被淘汰了。将吸尘器换成大功率的，是否就能将毛绒玩具轻松地吸过来呢？你这个是我的3倍。我给试一下。还是给它放到20厘米的位置先呗，就那个蓝色的。好像也没
反应。哪有感觉？它没反应。十厘米了。当验证者们换了一个比上一个功率大三倍的吸尘器时，放置在吸尘器前端的毛绒玩具依然没有丝毫反应。两厘米了。不行，它跟我一样的。你给他个小的。就发现了。小宁，给他个小的。你看。即便验证者梁斌将被吸物体换成了更小更轻的毛绒玩具，效果依然如故。难道还是因为功率不够大，所以产生不了吸起一个毛绒玩具的吸力吗？你看梁斌的虽然是1500瓦，跟我的一样的效果，就是要到跟前它才有那个吸力。你们两个这机器都不行，看我的。是机器的问题吗？小宁拿着一个自己挑选的大功率吸尘器，并将吸尘器功率调到最大2200瓦，以期获得能在一定距离内吸起一个毛绒玩具的吸力。2200瓦功率。对。你放到最大了吗？嗯，没事先。哇哇，听这个声儿。行。20厘米，没反应，没反应。10厘米。你看，你也是一样的。你别看你这2200瓦。你看我是20厘米的。正当大家都认为实验要失败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在距离吸尘器5厘米的地方，毛绒玩具突然迅速地向吸尘器管口飞去。正当宁源高兴的时候，马小叔发现了破绽。你是把那个线拉住了，你把线整个都放下来，放到位置上，你看还得很近。实验再次宣告失败，验制者分别使用500瓦、1500瓦、2200瓦三种不同功率的吸尘器，在不接触毛绒玩具的情况下，吸力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都不能将前方的毛绒玩具吸过来。这是因为什么呢？那如果咱们实验设计可能还有点有问题，那咱们干脆索性，咱们既然都有吸力，咱们就是看谁拽的重量大了。小宁发现，大功率吸尘器将玩具吸附在管口上之后，在巨大的吸力的作用下，很难将玩具扯离管口。根据这个发现，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决定把玩具直接贴在管口，看哪一种吸尘器能吸起最多的毛绒玩具。这一次，验证者们依旧从小功率吸尘器开始，依次进行递进测试。很快，实验结果出来了：功率为500瓦的吸尘器可以吸起一个玩具，功率1500瓦的吸尘器可以吸起8个玩具，功率2200瓦的吸尘器可以吸起8个玩具，一个大耳机外加一个无线话筒接收器。通过这个实验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吸力的大小确实是随着功率增加而增强的。功率越大的吸尘器可以吸起更重的物体。这时，马教授的问题又随着实验结果而来了。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咱们之前的那个实验，咱们精心设计的又是贴了这个起点，又是量它那个距离，为什么之前那个实验就不成功呢？嗯，因为是这样。这个吸尘器呢，它是由于这个叶片旋转，嗯，然后把空气从这儿吸进来，对，这个空气往里进的时候，它是从四周往里面进，嗯，也就是说它的吸力在这个管道里面是很强的，嗯，但是在外面呢，它是一个大开空，比较大的开放的环境，开放的空间环境，嗯，它是从四周环境都往里面吸，嗯，比如它随着它的距离会这个指数性的衰减，它衰减得很快。原来如此，验证者们的实验表明，吸尘器在开放的空间环境中，距离管口越远，吸力就会越小。吸尘器在不接触物体的时候，吸力十分微弱。同时，一台吸尘器在吸力尽量不流失的情况下，功率越大，它吸起的重物就越多。验证者们实验用的毛绒玩具的表面不够光滑，另外，毛绒玩具本身具有一定的透气性，因此实际上管口与毛绒玩具的接触面密合度并不够严实，还会造成一部分的吸力流失。那如果改善管口与被吸物体的密合度，让吸尘器产生的吸力最小程度的流失，是否可以吸起更重的物体呢？你记不记得电影里面有个画面，就是吸尘器一下就把小朋友小宝宝给吸起来了。
吸尘器保备计划。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可能吗？这个如果只拿吸尘器吸的话，那个比较难。但如果经过处理，比如说小孩了，连你都能吸得起来。我？他能吗？我呢？你也有可能。真的假的？走吧，那我们去试试。走走走。走。踩着你。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想验证大量的吸尘器能否将像马啸叔这样的成年人吸起来，超大的吸力会对人造成怎样的影响，而要想将一个成年人吸起来，就需要将吸尘器的吸力最大最有效的集中作用于被吸物体上。可究竟怎么做才能将吸力集中起来呢？宁源在挑战利用吸尘器吸力吸真人的实验之前，他想验证一下同样1500瓦的吸尘器如何能将吸力最大最有效的集中起来，使它可以吸住更重的物体。之前的实验中，验证者使用功率1500瓦的吸尘器密切接触玩具表面，吸起了8个毛绒玩具。这次实验他们决定增加吸尘器吸口与被吸物体接触的密合度，并同样使用功率1500瓦的吸尘器再次进行实验。这一次他们究竟能吸起多重的物体呢？为了解决被吸物体密闭性的问题，宁源找来了3个表面光滑、质量均匀的全密闭保龄球。它与普通保龄球的区别就在于球身上没有任何孔洞，每一个保龄球的重量为5000克。可要想将沉重的保龄球用吸尘器吸起来，就必须要增大保龄球光滑的表面与吸尘器吸口的接触面积，并且要特别严实才行。那么该怎样做才能做到呢？于是宁源又找来了马桶疏通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揣子。而这个皮揣子和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个孔，与这个孔连接的是一个中空的管子，将吸尘器连接到管子的一端。橡胶做的皮揣子牢牢吸住了保龄球光滑的表面，大大增加了密封性能，这样就可以保证吸尘器打开时所产生的吸力全部用于吸住沉重的保龄球了。你就试试呗，咱先试试这一个的吧。对，怎么弄？先把它揣上是吧？然后我来吸。嗯，然后我来按着。你按好了啊。好粘哦，它这个接触的特别的紧实。对，这是皮揣子，它是很强大的吸盘。对，走了啊。嗯。好，吸住了吗？吸住了。我给你计时啊，10, 9, 8, 7, 6, 5, 4, 3, 2, 1, OK。首战告捷，一个1500瓦的吸尘器很轻松的将一个5000克重的保龄球牢牢吸起，验证者们决定继续增加重量。没问题，很随意。3个一起来。行。试试呗。嗯，刚才你看我拿脚踹，然后使劲蹬都没事。一台1500瓦的家用吸尘器吸起一个5000克重的保龄球之后，宁源又要挑战用它吸起3个各重5000克的保龄球了。这一次，他用3根焊接在一起的中空管子，一头接上吸尘器，另外3头用皮揣子分别吸上一个保龄球。这次共重15000克的保龄球会被一次性的成功吸起吗？这次还是像上回一样，嗯，你把它吸起来之后，我计时10秒钟，10秒钟之内不掉就算成功。好，好吧，嗯，你可以随便的怎么甩它呀，或者踢它都可以啊。好，预备，3、2、1，走。哎，走了，已经来劲了。30斤的重量，对，30斤，30斤的重量，15公斤，对。而且你看，我刚才注意到你刚才用的瓦数是最低瓦数，对，它是2000瓦，你才用到1800瓦，你才用到350瓦，而且你在关的时候，你这边电源都已经断了，它用这里面的余压，还是能够把它们吸一段时间，然后才松开，对。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再做大一点的实验。那我们就再试大一点的东西呗。走。
为什么一台1500瓦的家用吸尘器可以有如此大的吸力，能将15千克重的保龄球一次性吸起呢？原来这个用马桶疏通器制作的吸力器一端紧密接触到保龄球，这个中空管子的设计形成了一个密封的真空负压空间，保证吸尘器发出的吸力全部用于吸引沉重的保龄球。负压是低于一个常态大气压的气体压力状态，当吸尘器开启时，将管内的空气抽出，管内的压强低于管外的大气压强，使皮揣子可以紧紧吸住保龄球。这个实验说明了吸尘器将空气抽空之后形成的真空负压空间，利用大气压强可以吸起很重的物体。那如果吸尘器的管道离被吸物体有一段距离，我们能否利用负压原理将密闭空间底部的物体吸起来呢？马教授推来一个直径35厘米、高2米的小圆柱形玻璃桶，为了保证密闭性，玻璃桶桶顶只留了一个吸尘器管口大的孔用于吸气。圆柱形桶的下方放置了一个正方形水箱，小宁要用一台家用吸尘器不接触水面，准备将水从深达2米的桶底吸上来，它能成功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嗯，你把它开了多少？你要干嘛呀？我功率多少？功率是小的，先调小的吧。行，3、2、1，开。哎，这还是小的呢，这还只是小的呢。开大，开大，开大。随着吸尘器开启到最小的功率350瓦，密闭的圆柱形玻璃桶内由吸力形成的负压快速地从桶底向上冲，小宁调换着吸尘器的功率，改变着吸尘器吸力的大小，水柱也会随着吸力大小的变化而上下摆动。原来当吸尘器开启时，管内的空气瞬间被抽走，管内大气压强小于外部大气压强，外部空气从正方形水箱顶部的进气孔进入，将水挤入玻璃管，形成了漂亮的水柱。OK， 小宁你下来。嗯。其实你不觉得吗？这个通道，嗯，就很像咱们，你记得咱们在实验工厂吸那个毛绒玩具吗？嗯。咱们也是跟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能5公分、10公分、3公分，到最后都3厘米它都吸不到，必须要贴得紧紧的才吸得上。水，而且水又是咱们现在这个实验为什么这么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水是一个非常闭气的一个，还有咱们这通道，包括我们上面把它这个封起来的这个盖儿，嗯，和它上面咱们这个吸尘器的塞子，嗯，塞住它那个洞的那个边缘都是密闭的，对，保证这一块密闭，它就能吸起来这么多这么重的物体，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觉得梁斌说的那个话倒是有一点可能，真有可能，对。有了上次吸保龄球实验成功的经验，又加上小宁再次利用负压原理，所以这次将距离吸尘器将近2米的水从底部的水箱成功的吸到上方，形成了漂亮的水柱。验证者们提出，利用吸尘器将管中空气抽出，达到瞬间真空的状态来吸起一个成年人的想法似乎是可行的，他们决定试试看。但是由于之前的两个实验，保龄球和马桶疏通剂做成的吸力器之间是绝对密闭的，吸引玻璃箱底部清水的实验也是靠密闭的玻璃箱完成的，所以实验吸力的效果很好。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发现，要想成功的吸起真人，就必须设计一个大型的密闭装置，让人置身其中，然后根据负压原理才有可能把体重50千克的马教书吸起来。他们大胆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装置，首先需要用足够厚的有机玻璃板制作出一个四方形柱体结构，在上面加盖子，将盖子上打出一些与吸尘器管径大小相同的孔，将吸尘器的管道插入孔中，桶底放入一块纸板，人站在纸板上，当吸尘器开启时，将玻璃桶内的纸板吸起，随之人也会被吸起。实际上利用吸尘器的吸力将人吸起，这个实验也是利用了负压的原理。当吸尘器开启时，将有机玻璃管内的空气抽走，玻璃管内的压力低于管外的压力，有机玻璃板下方的纸板就形成了类似活塞的结构，
站在纸板上的人就被大气压力推了上去。验证者们在完成吸尘器吸人实验的装置设计后，马教授又一次打电话向小狗电器订购了17台吸尘器，加上之前的3台，他想知道通过验证者们设计制作的密闭装置集中20台吸尘器产生的吸力能把自己成功吸起来吗？订购完吸尘器，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又来到了一家有机玻璃厂进行实验装置材料的挑选和加工。在有机玻璃厂的库房中，验证者们找到了一个高2米、直径60厘米的圆柱形有机玻璃管。这种一次成材的管材比验证者们之前想要制作的四方形有机玻璃柱体的设计密闭性能更好，可以很好的集中所有吸尘器发出的吸力。他们决定就使用这个圆柱形有机玻璃管来做吸人实验，接下来就要给它加个盖子了。宁远根据之前的想法画出了一张设计图，工作人员又根据他所设计的图纸快速加工出一个完美的盖子。现在就准备刻了，我们要的是57厘米的内径的一个大圆，然后里面是32毫米的小圆，一共20个小孔，用20个。然后师傅现在帮我们连机床，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盖子成型了。这些纸都不用吸掉吗？不用。足够了啊。问这个危险，还是说咱让它很好？现在呢，还毛还这个外边这层膜还包着，实际上它跟那个咱们的圆柱体一样，是透明的。这个可以保护一下，不会划伤。这个咱们到现场再粘吧。在现场再粘。咱现在是盖子也做好了，圆柱体也挑好了。嗯。可以全部运走了吗？好，导演付钱。走吧，谢谢啊，没事。有了完善的设计方案，接下来就到了实施阶段了。可贸然用真人做实验，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宁远决定先选用与之前找到的圆柱形有机玻璃管相同材质的小管子进行预实验。他找来了有一定厚度的纸板，按照小桶的内径大小制作出一个活塞结构，再给小桶加个盖子，将吸尘器的管口与盖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给予小桶内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可这样做就真的可以将放置在桶底的手机吸起来吗？哎，不对不对不对，关，我想起来了，这个呀，它是要把空气吸上来，所以底下得有个进气孔。哎，但它刚才啊、因为这边你看咱们这边就漏了点空气，对对对，这边抬起来了。对，再这样，我先把那个我再把它垫高。嗯。预实验结果不太顺利，由于底部纸板太薄，桶底进气不均匀，导致了纸板在桶内发生倾斜，手机并没有被吸起来。这够高吗？够。有一点空气让它进去，可以吧？好，放我了吧。嗯。哎，这管好沉呢。嗯。这个功率大，所以它这管子也比较沉。嗯。好。我开了啊。好。嗯。还是这边进的空气多是吗？不是，现在不是了，先停吧。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怎么幸好还是先做了个预实验。这个板子你发现没有？两次，它虽然有是往这边倒，对它这个板子，它咱们想模拟的，实际上它结构类似于像活塞。嗯。活塞的话，它底下这个板子就不能太扁，它应该是有一个柱形的一个结构。这样的话，它在里面它不会来回这样歪。您说厚度吧？对，它得是它是比较厚的，至少这么厚。所以这个得加厚，哦、加厚。那你就做一个厚的，咱们再试试呗。对。预实验首战不利。小桶底部进风口虽然有所调整，但是还是由于纸板太薄，与桶壁接触面积过小，导致活塞结构不稳定，纸板再次出现了倾斜，而卡在桶中不再上升了。很快小宁从中看出了问题，他建议将纸板加厚，增加纸板上方空间的密闭性，
和纸板本身在桶内上下滑动时的稳定性，这一次它能成功吗？来，行了哈，嗯，来升级到3.0版本，我就行了 ，OK 了，3、2、1，看看，好样的，没问题 ，OK， 吃大的吧，走，走，哎，靠谱，走，走，我拿我手机走。这次将实验装置底部纸板厚度增加到原来的近3倍厚之后，桶底的一部手机终于被成功的吸起来了。有了这次实验的基础之后，验证者们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使用吸尘器吸气真人的实验。他们急于知道究竟多大的吸力能够将一个成年人吸起来。根据预实验的经验，又制作好多层厚度为5厘米的纸板。为了解决纸板在桶中上下活动时的灵活性，并保证桶内的密闭性，宁源又找来了绒布，将已经制作好的多层纸板包裹起来，放置在有机玻璃管的顶端，制作了一个类似活塞的结构。大家将找到的高2米、直径60厘米、管壁厚度为1.5厘米的有机玻璃管，放在一辆叉车上，用以保证桶底能顺利进气。再慢点，再往那边一点，再往那边一点。在有机玻璃管的上方盖上已经加工好的盖子，盖子和管子衔接处用密封条严密封口，最后将家用吸尘器管道连接在有机玻璃管的最上面，用于从上方吸气。为了测试最终实验装置的可行性，原来如此验证者们首先把一个1人多高的大熊放置在大玻璃管中，测试多少台家用吸尘器可以将大熊吸起来。预备走，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哎，第四个啊，好，他准备要上2楼了，电梯启动了，然后开大功率了啊，不用，他已经到头了，哇，哎哎哎，到头了。随着3台350瓦的吸尘器的开启，大熊被成功吸起来了。看来实验装置运行正常。那么接下来，验证者们将要进行吸起马啸叔吸力测试了。要知道，马啸叔的体重要比大熊重很多。那么究竟要利用多少台家用吸尘器的吸力，才可以把马啸叔吸起来呢？你有点惨了。停住。经过大家的努力，马啸叔顺利地进入了有机玻璃管的内部。接下来，验证者们决定先在桶顶盖子上插入5台吸尘器的管道，他们将依次开启吸尘器，并调节吸尘器功率的大小来完成这个实验。对，然后呢，我再把桶堵上。我现在都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是吧？嗯，好安静啊，这里面。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了。好。有我报仇的时候，我跟你说，小静。黄的这个啊，黄的这个，然后黑的那个，那个黄的，所有的黄的、黑的、那个粉的，还有一个黑的。我跟你说，小静，我现在蹲着，但是我怕一会儿我重心会不稳，它会起不来。我帮你扶着。不是，我是怕，我怕我站的位置重心不稳，重心没在中间。我你要开始了吗？等会儿，先把所有的那个调到最低，所有电压调到最低。我又不是小熊。然后再往上加。好，准备好了吗？好了。3、2、1，逐个启动。实验成功了，随着2台2200瓦吸尘器和3台350瓦的吸尘器依次开启，将桶中的空气抽出，
桶内气压变小，桶外的空气从桶底进风口进入，推动底部的活塞，拖着马啸珠缓缓往上升，而后越来越快，一直将马啸珠推向桶底。刚才是五个，还没开到最大，开了两个开到最大，然后你就开了。对，我跟你说，一开始还是我的重心不稳，我没站稳。嗯。我因为我蹲着很容易重心就朝后了，对对对，所以我屁股刺住了、嗯、如果我没刺住的话，没有蹭住的话，它应该很快就升起来了。对，而且它越往后升越快。对，一开始的时候是特别凉快，凉风还很轻松，但突然间你就会起来。你说的我倒想试试了。你想试试吗？我热呀，我都湿透了。但是我估计你蹲进来的可能性不大，你可能能站在这儿试一下。而且五台吸尘器能不能把你吸起来，来试试。在看到马啸珠成功的被两台2200瓦和3台350瓦功率的吸尘器所产生的吸力吸起来后，小宁也跃跃欲试。他想知道体重75千克、比马啸珠重25千克的自己，是否也能够被五台吸尘器吸起。实验继续进行。刚才吸起马啸珠的五台吸尘器将功率都开到了2200瓦后，宁源在桶中纹丝未动。马啸珠决定增加吸尘器的数量，他又在桶盖上插上了3台2200瓦的吸尘器。实验继续进行。来，开吧，每一个都开到最大功率。3个、4个、5个、6个、7个、8个。你知道哪儿疼吗？哪？最后这个力，我本来想，如果真吸上去的话，一定是勉勉强强的吸上去。对。我真的是没想到，最后膝盖把我瞬间顶的时候特别疼。膝盖把你往上顶。对，我发现这钢盔可能、头盔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膝盖。就是往上顶的时候，我的膝盖就开始这样压缩了。半虚的状态。对，只有膝盖是受力的，所以特别疼啊！那顶的时候。而且我看一开始是它有点那种歪歪倒倒的想起来，结果突然猛的一下起来了。一旦打破了那个平衡的那个点，对，一下就把我弄上来了，而且速度很快。刚开始是往上忽忽悠悠的走，然后哗就上去了。看来梁斌说的是真的，用了8台2200，哎，不止，不是所有都是2200瓦。我看看，1、2、3、4，4台2200瓦，3台1800瓦和1台1600瓦的，嗯，就把你吸起来了。我的妈呀！咱要如果你想这样，就可以算一下，如果飞机发动机咱们能知道多少瓦的话，就可以大概推测出人能从多少远被吸进去。对，没错。实验表明，利用五台吸尘器就可以把马啸珠吸起来，而要吸起体重比马啸珠重25千克的宁源，只需要增加3台吸尘器即可。吸尘器产生的吸力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效果。此时验证者提出，几台吸尘器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吸力，那么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吸力肯定有着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威力。在吸尘器吸人的实验中，用2台2200瓦和3台350瓦功率的吸尘器就能够把马啸珠吸起来，可见吸尘器产生的吸力是不容小觑的。那与之相比的飞机发动机，它产生的吸力一定更加令人震惊。仅以一架波音747客机的发动机为例，它的一台发动机的功率相当于一台普通家用吸尘器的10000倍左右，这样的数据着实让人震惊。试想一下，如果有人站在这样的发动机前，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值得注意的是，吸尘器虽然无法将距离管口过远的物体吸过来，但飞机发动机由于自身功率远大于吸尘器，它的吸力也就远高于吸尘器，可以将并没有紧贴它的远端物体吸入，因此在飞机发动机前5米的范围内都是禁行区。2013年6月9日，在飞往长沙的飞机上，旅客不满航班备降武汉天河机场，出现数十人冲向停机坪试图拦停飞机的情况。虽然这些旅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闯入控制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做法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危险。
因为飞机发动机在启动时发出的吸力会将人吸入其中，并将吸入物打得粉碎。为了证明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吸力会对吸入物造成怎样的破坏力，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决定先按照飞机发动机的原理模拟制作一个小型的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正是飞机发动机产生强大吸力的关键部分。飞机发动机是由燃烧室中的燃料燃烧产生高温高压气体，推动燃烧室后叶片旋转，带动压缩机叶片吸入空气，从而产生巨大的吸力。原来如此的验证者梁斌是学航空宇航推进技术专业的研究生，他将作为技术支持和蒋宁一起动手制作一个模拟的小型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部分，以此来测试飞机发动机真正的吸力及破坏力。为了能够直观地在摄像机面前呈现出模拟制作的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部分所产生吸力的过程，他们选用了一个透明的油机玻璃管作为它的外壳，同时还选用一个小风扇上拆下来的扇叶代替压缩机上的叶片，再找到一个高转速的小电机代替发动机压缩机上的电机。经过固定，一个简单的飞机发动机压缩机部分模型就展现在了面前。怎么样了你们俩？已经差不多了。你看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嗯，那个实验一下呗，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劳动成果。就在马笑叔急着看小宁和梁斌的作品的时候，小宁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电机是多少转来着？一万两千转。一万两千转。什么概念？大概比汽车的这个轮胎转速要高几十倍吧。你说汽车的轮胎转速是指最快的转速吗？对，我看到120公里每小时的转速吗？再乘以三四十，你看120公里每小时，对，嗯，差不多吧。嗯，当马笑叔听说他们制作的这个小玩意的转速居然是汽车每小时开到120公里时轮胎转速的四倍时，他更急于看看它的效果了。如此高的转速带动扇叶旋转，肯定能产生强大的吸力。只是眼前这个简陋的小模型，它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力吗？它产生的吸力所带来的破坏力究竟会有多大呢？那就试试呗，你们东西做得好不见得效果好啊。那我们先试哪个呢？试头发呗。行，这个最明显。那你远点。来，你先离，可以把它抓得远一点试试它的吸力有多强。太近了就不算了。哇，你看，哇，感觉好疼啊。再往里一点呢，会打到吗？行了。但是刚开始怎么，如果一会儿有慢镜头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刚开始先进一个，然后一个拽着两个，两个拽着十个，然后就慢慢的就进去一大撮了。将假发的吸入实验进行完之后，小宁又拿出之前恶作剧用的装羽绒的小盒子，小发动机一接通电，叶片高速旋转起来，将小盒子中的羽绒快速的吸入，从玻璃管的另一端喷射而出。哎，这个瞬间的力量，哎，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我刚才还说它瞬间吸力不强。看来这个模拟装置产生的吸力，其柔软的假发和羽绒都不在话下。马笑叔还想对自制的这个模型装置产生的吸力有更多的感受。你看咱们之前试的头发和羽毛，嗯，虽然说就是效果都很好，但它毕竟是固体，嗯，对吧？看看烟是什么？对，烟看看它的效果是什么，而且它可能更容易在这儿，在我这儿，应该更容易展示出来它那个吸的过程。先点一下，对，选一手啊。我最爱干这事儿。好，可以插了，可以插了。哇，这效果太好了，包括上面已经飘起来的烟都在往里吸。是，你看上面都已经往里吸了。是，你看到吗？哎，太高了，得低一点。它基本上这个烟已经上不到这个区域了。对，它到这个位置整个就已经全都进去了。对固体气体的测试完成之后，马笑叔又提出要对液体进行测试，他找来了添加了蓝色颜料的液体，
来验证液体进入管内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插电。嗯。1、3、2、1，我走你。我喷了，快点。水柱不行，这块不行，拿水柱。看不出来。反而这一块没有。而且这块的水都在这徘徊。我们换一下，换水柱了啊！我换水柱了。换水柱了。这不就是水柱吗？我看啦，一、二，它打散了，你看到吗？有点像榨汁机啊。通过实验，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发现，自制的压气机所产生的吸力看上去是有一定力量的，它能够将烟快速吸入，将吸入的水打成雾状，这让我们非常直观地认识到这个小东西的威力。但是光是这些柔软的东西还不足以让我们体验到飞机发动机吸入物体时所产生的破坏力。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决定让它吸进一些别的东西。说葡萄扔进去会怎么样？哎，没洗的，看看这手还吃呢。咱们试一下，把葡萄扔进去，看它会不会。你说它是榨汁机，它会。它会不会打得四分五裂？对。我们试试。试试吧。试试。就拿个杯子接着喝汁儿啊。这么残忍的画面，你居然能笑得出来。来了啊。嗯。你看这打的四分五裂的，嗯，切的好齐呀、啊。对，这切你居然笑得出来。你不会想吃吧？切的好齐呀、啊。对啊，你想想，这是水果，就如果说是人的手，或者说就像咱们新闻里看到，他那个飞机的发动机把人卷进去、嗯，咱们做了一个缩小版的，如果它足够大、嗯，像飞机发动机那么大。模拟制作的小型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部分产生的吸力所带来的破坏力，在实验中得到了令人惊诧的效果。它能把葡萄吸入并拦腰切断，能让人联想到真正的飞机发动机如果把人卷进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模拟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吸力原理的小型压气机的实验，让原来如此验证者们认识到它产生的吸力有多大的力量，以及它给被吸入物体所造成的伤害。验证者们决定再做一个更大的压气机模型，近距离的模拟飞机发动机所产生的吸力对吸入物的破坏力。这次梁斌找来一个废旧的铁皮桶，想用它做着更大型号的压气机模型的外壳。您别说，你们之前做的那个小的让我觉得都挺危险的、嗯、再拿着大铁皮桶，而且这老旧的铁皮桶做一个，那我估计那种危险可控制不住。这玩意真失控，你像飞机发动机那种的，对呀、啊，直接就把人给吸进去了。这个当然达不到那么大力量，但是如果真失控了，咱们是没法摁住的。由于铁皮桶太不规整，并且考虑到小的飞机发动机压缩部分的吸力都能够带来那么大的伤害，如果制作一个更大，其吸力可能会像飞机发动机吸人一样无法控制，非常危险。考虑到这一点，原来如此的验证者们决定放弃制作大型的飞机发动机产生吸力原理的压气机的想法。真正的飞机发动机体积和功率都远大于我们制作的模型，那么真正的飞机发动机启动时会有多大的威力呢？由于涡轮式飞机发动机前端的压缩机进气口开得很大，这是为了保障它在飞行中需要吸入大量空气保证正常工作。因此当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发动机前端的气流是非常大的。这时如果有相对发动机质量小些的物体或人员经过发动机前端时，就很容易从飞机涡轮机的进气口处被吸住发动机，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由于涡轮式飞机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
发动机前端的气流是非常大的，即使被吸入飞机发动机内部的是身体柔软的小鸟，也会因发动机的快速碰撞造成发动机叶片扭曲变形损坏，甚至因鸟体在机内摩擦而起火爆炸或坠毁，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飞机发动机在慢车状态下会产生巨大的吸力。什么是慢车状态呢？就像我们的汽车停靠在路边，它的怠速状态。哇，而且啊，这个如果人站在五米以内的距离，它都会被发动机毫不犹豫的吸进去，而且被搅得粉碎。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乘机的旅客啊，一定要了解机场的隔离区里面的相关规定，并且严格的遵守，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你的生命安全。